李嘉欣一字马连夫妻，催老公挤人鱼线。大美女李嘉欣昨天在香港出席保养品活动，这锁骨也太大条了，许太怎么瘦成这样啊？因为好勤力做运动啊，咁所以就真系有见到有效果咯。原来她最近勤奋做的运动是凌空瑜伽，就是绑条带子在空中荡啊荡。43岁的李嘉欣卡古伦 Q 还能空中一字马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啲筋就即系不嬲都系好松嘅，咁所以即系凌空一字马嗰啲咧系冇难度嘅。即系成型啦，六嚿腹肌成型啦，系啊。她还催促800亿身家老公许晋亨脸圆鱼线，咁佢每晚喺度话：哇，有啦有啦，我已经有啦。咁但系佢做咗3下，咁我话我帮你画2条上去咯，不如。虽然有2岁儿子，李嘉欣和老公还是能享受两人世界。先前传出夫妻去欧洲玩1个月，把儿子交给李嘉欣姐姐照顾，外界以为是婆媳不和。其实爸妈就麻麻地算嘅。他否认欧洲行只要夫妻去旅行，儿子都会带在身边。我都好想啊，我其实想欧游3个月。